哇，你千万不要现在跟我求婚啊！天哪，我换了一件衣服随便就出来了，我出了场馆连澡都没有洗，你千万不要这个时候求婚啊！千万不要。 韩商言向我求婚了，求婚？嗯，可是我一直没有准备好，我就拒绝他了。他会不会？不行，比赛完就冲动求婚是大忌，还是要准备充分一点再说。我饿过头了。 一碗三虾面，谢谢啊！好嘞，稍等啊。快吃吧。你也吃啊。爱奇艺 Cheap Black 系列版，我的地档的在。